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南宁会见老挝总理宋赛。李强表示，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把握中老关系，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，紧紧围绕建设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，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，持续深化互联互通、经贸、人文等领域合作，为两国人民谋福祉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。中方支持老挝担任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，愿同老方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。宋赛表示，老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重要倡议，愿同中方统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合作，共同维护战略利益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提质升级。